你想要知道说，哎，会不会有人选到赵哥了呢？会不会有谁？哎，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赵哥是这一种是你吸引你的？因为我原本就蛮喜欢大叔型的男生，哦，这样看起来就蛮有安全感的。是，我觉得如果被赵哥如果壁咚的话，应该是蛮浪漫的一件事，直接爱上他，要了吧，赵哥，赵哥对方都谢谢赵哥了。这边怎么壁咚？这边没有墙壁，有墙壁，有啊，丰田就是墙壁啊，很自然的墙壁啊。对啊，轻轻的打哦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好吗？来，有请。等一下，好可怕。我觉得要这样，你壁咚他之后，赵哥，你要跟他讲说，我的牛肉面很好吃，要不要？我请你吃牛肉面，我下面要不要？煮面给你吃，对啊。是不是可以吗？好吧，预备备 ，and action！ 你是在做老人在酝酿吗？很健身的，他在酝酿情绪，没酝酿，酝酿什么？你要做早操吗？哇，很可怕！在酝酿情绪。你站好了，站好，预备备 ，and action！ 哎呦，要说我的牛肉面很好吃。我想要下面给你吃。煮面，讲煮面比较好。煮面给你吃。哎，会做菜的。哎，怎么样？朱皮儿，刚刚听到赵哥这么近距离的跟你壁咚，如何？感觉？感觉还不错啊。哎，他有一点，我觉得他有一点发开心到发抖。对啊，他心动。我跟你讲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的店在哪里？今天晚上我们开一箱香槟。我要让你从白天啊，不，从晚上跳到白天呢！哇，跳到白天厉害了吧？厉害，口袋很深哦，口袋很深，对不对？说到要做到哦。今天晚上，你是在台北吗？台中，好了，今天晚上就把包一个包箱框起来。不用，这边不讲框箱，你订一个包厢就好，你框什么东西？坏习惯。你讲话今天都怪怪的，什么一下下面，一下又框的。拍习惯。桃园去太多次了。Okay, 谢谢猪皮啊。好，好笑。接下来，来，我们要看谁？问李娜。丰田，我为什么喜欢丰田？可以选这里哦。其实我不知道哎，反正就是他喜欢现场男生嘛。对啊，台东美女，怎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其实关注他很久了，然后我觉得他讲话超级好笑，对，太呛了，就是那个点，尤其是那个暴走族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很搞笑，笑得很开心，笑点很低耶。我笑点很低，就是。这种很怪的，我就特别喜欢，很怪的笑点。那你今天终于看到他本人，你有愿望吗？对，你们想要来一个互动？其实我有，就是只是开玩笑，想说公主抱这样。啊，可以。丰田有力气吗？你可以去追。公主抱。丰田有力气吗？我怕那个过程会发生什么问题，所以我……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这边准备了这个签约了，我自己主动要求被丰田公主抱，丰田不需负任何责任啊。这边有笔，他希望能够让女生可以签个名吗？这样子 OK 的话，就代表说签个名，双方都同意。现在男生比较要注意啊，男女都要注意，我觉得双方都要注意，就是这样。他也答应，导播帮我特写一下，这个是啊，现在再看。这个节目的所有人都是证人哦。哦，好 ，OK， 是了，可以。你是罗帕，我们这节目有4-5千万粉丝，对，都在看。来，有请，来，可以多一点的要求，比如说转一圈，然后跟用日文跟你讲，爱しているよ，哎呦，好不好？可好像可以日文，我也是日文科以前。那你就要跟他讲，あなたのスーパーキレイです，好吧，好吧，赞美他一下，然后再跟他讲愛してる，好不好？我嘎达，嗨，那麦克风就由你来控制，好不好？我要拿，对你拿着，然后他抱着你转一圈，你麦克风让他跟你讲情话，好吧 ？And action！Oh my god！ 哦耶！哇，转三圈！哇，
都是日剧吧？初恋，初恋的，来。麦克风，麦克风。李娜，为什么会喘？喘什么？是真的喘了，真的喘了。日文，日文。李娜，李娜，世界で一番綺麗だよ。爱してる。哎，你是中弹了是不是？浪漫啊！你喘呐！你中枪了是不是？你讲的很不浪漫，有点。这样 OK 吗？还是不够？不够的话可以继续抱，没关系。可以吗？哎，掌声鼓励！啊，哇哇，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李娜，很害羞。有感觉吗？他是真的开心哎，他真的开心哎，我刚刚觉得你快往生了哎。哎，是不是因为太重了？会不会觉得太那个喘气就是表达我的就是性感？哦，性感，对，我也要 ，Cindy 也要，我不要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林姐还可以这样子签的，你也可以签一下的，他就有签的就可以。好，这是你 Cindy， 可以马上写中文，我怕没有那个，哦，没有那个法律上的法律效力，会不会这样子？好了，这样可以哈，可以啊，啊，有请 Cindy 来，好，农村来，准备好了，哎。这位是你是在IKEA 卖窗帘的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突然变成大家不会曝光啊？服装啊，对哈，贴心温暖，小安全措施，暖男贴心贴心，帮他准备了一个小窗帘，厉害了。好，预备备 ，Action！ 哇哦，好耶！要转圈那干嘛？心里啊，轻很多，很轻。李娜不开心，我要晕了场了。好，预备备，台词。Cindy baby，Cindy baby， 为什么我一直在打喷嚏 ？Cindy baby， きれいだよ，愛してる。不是，掌声鼓励，还在喘。Oh yeah， 好，怎么样 ，Cindy 感觉如何？第一次被公主抱哦！你的第一次献给了丰田，他也是你的理想型吗？对，我喜欢高高瘦瘦的男生，而且他很活泼，我喜欢活泼男生。他很花心呐，哎，没有渣男呐 ，OK 啦，哦，好啊，又做都可以交交朋友啊，好不好？交朋友，好，谢谢 Cindy 哦，谢谢。今天想要看看玲玲，你选了谁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选明姐，明姐，终于来了，明姐，来个最厉害的，是怎么样？所以，因为我很常看八点档，然后他八点档的台词就是喜在哈喽，对，喜在哈喽，然后我很常跟我朋友讲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个梗话，然后他就是他的电视上看起来像血腥，可是本人真的帅很多，哎呦，本人又帅，有，所以最后你希望明杰用很不开心的口吻跟你说喜在哈喽这样子吗？也不用啊，可以吗？好吧，也可以，预备备，哎呦 ，and。Action！ 喜得哈喽！有，开不开心？开心开心，厉害！所以，我们今天你看看，的确，台湾各地都是有美女的，是不是？哦，不是只有在台北啦，好不好？对，真的，今天真的很谢谢这些美女能够齐聚在台北。那接下来，我觉得我们这个主题要继续做下去啊！不要吧？要啦，怎么不要了？烂透了！你不能因为你没有公主抱，你没有什么转圈，你就这样讲啊？算，不用，以后再说了。可是你要公主抱？你说我抱别人吗？对啊，对啊，那个只有心底。我抱得动，其他应该比较难呐。我啊，好，那抱你有比心里轻？我比较重啊。那怎么抱？试试看，你都可以折筷子。哎呦我！来哦，赵哥硬起来，赵哥加油哦 ！Andy， 直接 Andy 公主抱。赵哥腰要小心啊，你的腰骨要小心。你要抱起来也要讲日文哦，腰要小心哦。哎，哦。好，那抱你有比心里轻？我比较重啊。那怎么抱？试试看，你都可以折筷子。哎呦我！来哦，赵哥硬起来了，赵哥加油哦 ！Andy， 折个 Andy 公主抱，赵哥腰要小心啊，你的腰骨要小心。你要抱起来也要讲日文哦，腰要小心哦。喂，哦，赵哥，
小心腰啊！他太重了！哇，殉情了哇！所以大家。边抱还边骂脏话，太重了，好不好？所以看到没有，想要跟美女互动，你要先强健自己的身体啊，好不好？今天要谢谢五位美女来到现场哦，强健啦，今天太重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中天综合台，同学来了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这些我们都遭遇过。但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你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。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全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